快看，这是妮亚姐姐给我的新玩具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妮亚姐姐送了我一个。妮亚姐姐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真是只美丽的蝴蝶呢，就像它一样，你也一定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戒律会帮助你克服恐惧，唤起求生的意志，我也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，直到你能破茧重生。妮亚姐姐，我还有多久才能出院呀？哇，阿波尼亚姐姐好厉害呀，伤口一下就不痛了。多亏了你阿波尼亚，我又能回到战场上去了。阿波尼亚，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。阿波尼亚，妮亚姐姐，我没能改变任何事，没能拯救任何人，这是我的罪孽，这是我的命运。我绝不会逃离。